多么便宜啊！天哪，要抽吗？我又要陷入那个轮回吗？那我今天点券可能不够，我今天可能点券不够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又买的好不好？它要多少钱？它没讲多少钱。它有什么特别造型？我觉得等一下一定有人会选，所以我觉得我先冷静一点好了，那心平气和，才能面对一切好吗？我不能那么激动啊。一样，还是多保换呢、啊？你没换啊？这样子够哎、欸，不过瘾。马上就来给你抽，不要抽，好，我冷静，我冷静。阿婷晚安。我今天要不要来抽一下点券啊？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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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开心哦！今天发生什么事哦？我刚想说，哎、欸，这个符号我好像没看过。哎、欸，边缘怎么还没睡？天哪、啊，刚吓死我了！这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个几个精华好了，一来马上抽什么事？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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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刚幸运值是多少？等一下看个回放好不好？等一下玩啊，开心，这是假的吗？是假的吗？是假的吗？我先比个耶好了，我先比了。我就笑着就好了，笑着就好，笑着就好。好，就这样，猥亵的笑，猥亵的笑，猥亵的笑。好，就这样，都够猥亵了。我觉得可以啊，这个太恐怖啦！今天幸运值爆表，那我就直接本账打排位了，我不管想打小号。豆浆应该会哭，因为豆浆花很多钱。指数很高哎、欸，而且是在开台的时候抽到，大家是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嘛。而且我没有投抽，下大师手抽，很好，好就这样。哦，我刚刚超喜悦的，而且我刚刚是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因为我没有抽过，你知道吗？很可怜，本人没抽过，你知道吗？本人实况组开台到现在三个月多，还没有抽到过，好幸运，真的，怎么会有水晶？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没有了，今天来分享一下我高级晚餐，因为最近太累了，我要犒赏自己，我就吃了牛排。